罚单开过头引发争议，台中一名失信员警一个月开出了300张罚单，被调职后他还是依法加强取缔，这个月17号更在一天内开了30多张的违停罚单，还分享一辆轿车疑似为了遮阳大喇喇违停在骑楼，事后车主不满申诉，也让失信员警大叹不明白违规的人有什么好委屈的，尽管开单被质疑，但他也强调曾经有人为此感谢他，他也只是做好本分依法行事。大甲分局则表示，民众如果对罚单有异议，都可以提出申诉。白色轿车疑似为了遮阳大喇喇违停在骑楼上，整辆车横停挡住去路，夸张停法不意外，直接被员警开单，没想到却引发车主不满，提出申诉。完全没有留给所谓的行人通行空间。导致说我觉得他有举发的必要性在。开罚单的是他，大甲分局的失信员警在自己经营的脸书专页上 po 文，第一次亲眼见识骑楼这样停车，更大叹吃到这张罚单不懂违规的人有什么好委屈，而离谱违停的还不止这一桩。机车并排停放，就快停到马路中央，还有这两辆车把行人穿越道当作自家停车场，也通通被失信员警取缔告发。他先前因为一个月开出300多张罚单，从市区的5分局被调到海线的大甲分局，这个月17号更是一天内开了30多张违停罚单，引发居民质疑，向派出所申诉。拢无叫人刷一下声，来解了开啊！法律之下，情理法或法理情，你要考虑一下当下的情形。其实不要违规就好了，哎啦哎啦，我是感觉还好啦。我让他们知道说，我对大家，不管你的身份是什么，我都会照正常的程序走。失信员警强调，只是做好本分，依法行事，会继续取缔以改善交通乱象。大甲分局则表示，员警休假非执勤时经营脸书属于个人自由，呼吁民众千万别违停，要是对罚单有疑虑，都可以提出申诉。记者台中综合报道。